他就晕猫了，因为他我已经来不及，我已经飞过去了。哎呦！好晕呐，晕呐！他的尾巴甩醒你了？没有，没甩到。啊！尾巴，尾巴，尾巴！换我起飞。带你装逼，带你飞。冲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挡！去！我到！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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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那么过动？感觉不另外一个你吗？啊！我说六次，健忘了。什么虫卡住的感觉？虫害我耳朵好痒哦！不是他也不叮啊，我一直在那边，我在干嘛？走了走了，换我换我了。Hello， 大哥。Hello。我好像没有你的名片，你是谁？那看聊天室看到我的耐力没有了，可能会被甩下来哦。啊？好。交了，交了，好了，他倒了，晕了，晕了，晕了，没有啊，没有晕啊，见过，有啦，晕了啦，救起来了啦，你他没晕啊，你怎么这样骗我啊？尾巴舒服吗？毛茸茸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，齐晨。没有啊，没骑啊，没有啊，才骑过，你想骗人？阿明哥下来了，你怎么没有啊？你怎么骑下去了啦？飞走路，骗！就突然就掉下来了。看嘛，我们下加下来就有人问吧。加什么游戏？是不是时常被霸凌啊？加什么？不对，我就打什么游戏，然后我一直觉得说打什么游戏，大家还是一直问，那我帮他加个底框好了，就帮他加一个黄色的底色。还是有人就问说这是什么游戏？说你看吧，小猫过来，真的是，是往下飞吗？往下飞，还没麻都不对，哦，让你麻，对啊，太阳圈啊，咔嚓。哇，他倒下来，刚好没看到。对啊，你让我丢脸。你让我好丢脸啊！你现在猜吗？偷包。哎呦，我动不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抱歉，这样就戳到闪光虫了。他想跑了，他想跑了。我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对啊，他要回家。对呢，哈基是我们这一队的哦。对，是忘记了，不然呢？而且还有两个哈基，我们要点 double 级，太低了，太低了。嗯，啊，我可以放这个啦！啊，忘记回去不要通啦！我有啊，我也忘记啦。好了，你可以准备了。你也哈基啊！我靠，你竟然不揪！好好好，我们好了。好好，我们好了。放爆头！你先打醒了啦！你先把他打醒了啦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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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杰克？不要了！我是每次都打爆头，我先把龙打醒。就我了？就你呀？就你呀？啊！骷髅，骷髅了。没有，他死了，哪里死了啊？他死了。哇，只是我这边延迟比较久了。哦，40秒后的时间。对对对对对，有这样过，有这样过。有啊，之前音乐不就？对啊。你们死了哈？我还在打。我之前也是啊，我追网路那时候也是。好帅！看他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那把武器这样子啊、喔，可以这样子啊。哪一把武器啊？那个筒枪。筒枪。再拿那个光。
黄色的有点刺眼，没办法啊，这样大家才会看到啊。帮我把它置中好了，现在有办法置中吗？放在画面正中间，目前游玩放到最大，目前游玩。没有，他现在没有办法用那个就是水平置中或者垂直置中，他现在只能把它放到最中间，然后你再把它调到上面。好废的，目前有可能金冠哦，还蛮大只的。隐约，他这个时钟，他这个是外观哎、欸。啊，风铃这个衣服是外观的、欸、啊？在讲什么？时装啊，放在上面正中间、啊，不知道怎么拿的。模组吗？不知道。模组其他也看不到。因为我看他，因为我刚刚看他装备是钢龙，但他外表是旅团的。哦，那就是模啊。哦、嗯。巨城街，那种金灿号加工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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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好，哦，顶冠高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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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高刚，高刚，不是他这样子，这样跳、啊。你说变成女子的那个吗？那个是，那个是忘记名字的三高伊德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什么德库斯德、啊、库斯德库斯德、啊、库斯德哦。高刚是谁啊？好好熟、哦，就是那个啊，也是那个变身国王的那个啊，那個、变身国王的那个、啊，坏、那個、人那个男生，跟伊斯玛的那个很好那个，对 对, 對，他会送俗语，他会送俗语，叽叽喳，叽叽喳，叽叽喳，大鸡，啊，应该听不懂，没看变身国王的，对啊，安朵拉竞技场，要去四楼吗？应该要竞技场了吧？嗯，两个人吗？高刚是善良的坏人，呆萌呆萌的坏人，很可爱。所以接下来是跟谁讲话？先跟就剑术讲完，然后去找工坊那边吧。哦，刚刚以为多了一个跑马丁，就从中间这样上去跑，没有啦，我手都把它调上去。一样是特别任务，我接了。潘朵拉竞技场进不去，潘朵拉是进度不足，要先看是不是、啊？是吗？哦，一人的、欸，应该是对、啊，一人的、啊，一人、欸、对。那自己先看一下，看啊。真假的，一人的，我看一下。不行哎、欸，任务没有那个任务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有吗？去跟你要跟讲话哦，白痴，还不听啊？还是哦好。一人啊，他是一人啊，对啊，他就进去看到结束之后跳到动画之后就可以先出来啊，看到动画就先出来吧，看看嘛，嗯，啊没吃饭了，白青，白青，确认状况，哦进动画啊，我也来看动画啦！我是来看动画的。哇，我要看哇哦哦，又来一只！哇，是灭定，这样可以看到古龙。哎、欸，其实我是觉得他很像特朗德哎、欸，勾的那个。都没完。我觉得特朗德钢龙比较像。啊？就不像。我觉得刚刚比较像、啊，我看到我的脸捏得很正，这很重点。哇，太太来救人啦、啊！对啊，娜娜姐啊，好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哦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好好看哦，动画公司。怪哦，该走喽、啊。可恶，我现在不是直接看动画，可恶。你要我都准备好拿起我的 Switch 了。从任务中归来，很难。结果我出去，我出去，我出去。哇，好险！要喷马上按。那个喷也不能站在上面，上面小火还可以，大火不行。我看我脸好丑。我重接了。哇！我在看，我在看。来抢哦！看一下我的脸。重接了。
脸超丑、啊。为什么他写故事进度不足啊？还是一个人呢、欸，所以不能。哦，是哦，得单挑、哦。没有没有，可能要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好啦，既然是单挑的话，是啊，一个人呢、欸。对。哇。一个人吗？可是他可以选四个人啊。哎、欸，小雨看完动画了吗？还没。看到灭尽飞走。看能不能加到别人的里面。可不可以？那個、啊，我看完了。好，你发球就有信号。我怎么发球就信号、欸、啊？靠，别被。不能直接加哎、欸。没办法发哎、欸。不行啊。那是单人哦。他那个球就信号是不？哎、欸，可以。他说可以发啊，为什么不能？我装子弹没有啦。我们现在连直接从机会所加他也不行啊。我看有些人是三个或两个，使出来就可以多人了。好像使出来啊、喔！哎、欸，那我使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那我们这边要怎么使？我快成功了。那我为什么宝可梦币券忘记了插下去呢？其实他就开始播宝可梦币券。抱歉，关一下。好违和啊！啊，没事，我把它关待机了，不会有声音。怎么这么违和啊？打个烟飞，然后跑给我回去。然后噔噔噔噔噔，没有啦，就是很开心在野外的音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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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我看到小雨有人进去嘞、欸。对啊，风铃进去了、欸。是我叫故事进度不足啊，我自己要打过人才能是不是？有可能你要做过他是不是啊？是吗？还有这样的 可能已经有些人已经打完这一段了，才能直接加吧。哦，有可能。那真的就只能各打各的哦。不知道，我快被烧死了。开扁。好。我要跑加分。一个人就一个人嘛，怕你啊！不要你们打一打就会有人加。又有动画不？再跑一次动画。要开一次了。再看一次。好啦，那个角度就很像特朗德啊！我觉得它很漂亮，我喜欢这个蓝色。阎王呢？不是我说阎飞。啊，你们那上次打说打阎飞的出来啊！出来呀、啊！出来呀、啊！现在可以打。我要把金羊关掉了。出来呀、啊！现在没金羊。哎呦，可以发球救信号了。可是他说可以发，那个时候我发也发不出去。哎呦！不要打我了，让我发个求救信号。再看一次动画。这里。哎呦呦！啥会？可以啊，可以发，弹出去啦。我刚不能。怎么发能不能进又是另一回事吧？对啊，鸡蛋不能进。我靠！等一下啦，还没好啦。刚是怎样？哎呦，还没好啦！我任务失败了。任务失败为什么？死啦，死完啦，三猫了。好。是三猫之后可以加别人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這是我推出来，我看看。曾经解过的。反正我死掉，我看看我加有没有人就知道。没人影啊！我也知道喝人影啊！我说要回去拿人影啊！我要穿那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大话进来了？明明发球就信号啊！同个机会所啊，同机会所对吧？哦，那好，看看你、哦、可以回去拿人影吗？天哪！可以啊，我可以加你们的了。是啊，我说我可不可以回去拿人影？跟我讲可以。可恶！害我爬上来，那我要自杀喽！我要自杀喽！好，那来加我的，那就自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自杀。我想打我，来打看看好了。死完就好了。打我。雷丸跟繁星哈基陨月杰克。没有错。哎、欸，有人跑进来了、欸。萝卜糕。那我是不是不应该自杀啦？应该你就打，看可以打多少打多少。好吧。但是要把他击退啊。但四五分钟那应该还好，
所以在岩飞附近都是会烫，会修，很修，会雷修，会修，真正是会雷修。所以要喝冷饮，第二次我们要带一瓶冷饮吗？炎炎夏日，忘记拿了，炎炎夏日的，穿衣了，打我，啊、打我，哦下来了，打我，我要再上去一次，打我，叫你打我。去打哈基，你打我！他们招好酷！哇，就这招！怎么有人跑进来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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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！我要死！我要死了！我还没看到。突然会爆一个超大的那个框，哦，好帅！哦，好帅！然后我就死了。为什么有人跑进来了？我要自杀啊！不能死！不行，你哈基不能亡。哈基，你还不能死，还看不够。看不够，你不要穿着。然后他就你还是让我死了，算了吧。酱油膏。还是砖头，好听的。那我是不是？